这次我们可以有文墨总大名啊！很期待与你们一起合作。多谢陈总，上个也期待跟你一起合作。是啊，陈总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，我女朋友来了。 可以来查岗，莫总想多了，我只是公司外派到这儿，碰巧遇见你。那还真是可惜了，本来想等工作结束之后跟徐总监一起吃个饭呢。嗯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，如果我工作结束的早，跟你吃个饭。好。莫总，陈总的时间宝贵，我们不如先去办正事儿吧。 早点回来啊！等我，刘总，徐小姐，友情提示一下，惊喜可是很容易变成惊吓的。